就快，你不是在想说什么家？就是，那你穿六块长腿有点嫩了，你脱菜。你脱菜，这块是带到一点绒绒的。我介绍。介绍还看菜。我还没发现说，那没说，那不过是说你买下你的感觉我是不了，那把我三岁的都保持了我四双。你原来你爱穿这种的，那我看怪得很嘛，这块就是绒绒的嘛。再毛的我就没拉个文字。你等天，你等天看。就是买文字黑，我啥意思不？姐，大小。哎呦，几块块钱？几块钱？姐，你不给人家几块钱，人家说不。哎呦，害怕把你冻到了嘛？你以前冻到了，我毛啊还。这块带了点绒绒的嘛，这块叫白的很嘛，你看这白的。我现在穿的好娃了，哪个那都是弄字。他不穿外套的，他不穿外套单裤。要不然呀，他。啊，你早上看他变漂亮了嘛？看见你说俺又找不着了，姐。嗯。姐给你买了个豆浆粉，又是你熬稀饭。我人家能冲来喝。姐，洗脸盆，这凤凤给你的。没这么麻烦呀、啊？嗯，这个默默你。给他拆开嘛。啊？给他拆开嘛。他才吃了吃不到了，下海吃。那叫谁？给他吃块嘛，吃块该吃块。啊。啊，这个那天给爸爸买了点呢，我也是。哎呦，这才好吃啊！嗯。我不吃。你吃一块。嗯，我不吃。这是。这里边来吃桃实。喂。姐。我的有的，那你说他不要。这块的。手脏，你不要不要不要。哎呦，手脏不脏，干净嘛，你吃。把你搁。搞不起啊！谢谢。我奶拿去通风了。你吃一口。你吃一口噻。你早上吃的啥？你说你早上吃的啥饭？我吃的枣馍。米枣馍哈。你把冰箱给挪到里头去了。嗯，为啥要挪？我黑脚脚去。啊，吃肉吧。你还肉吧呀？吃的么？那你都给他做点清淡的就行了，天天吃肉吃的吃。那个拿了个小他的冰箱还有了。不吃。干嘛？不要。不吃。要不想吃你搞这菜的，想你这，还是想吃。哎。去，去，不要。这这不看出来没看清？我这是冷了呢，我毛袜。那你都把穿旧的了，你穿新的嘛？那你穿新的嘛？那天给你买的新光光你也不穿，买的新夹克你也不穿。你看新裤搞我，他不穿，穿的你看，那你还把这裤换了个一洗哈？是啊，就是光搁些衣裳搁些黑，搁我还是有差不多给咱起码到包走路会走啥？你看我睡房里我家家上挂着我个眼不敢看了哈，不管哪一家，我就是不洗哈，我穿不成。这两天出来给你洗，长了衣裳，农民做走啥还有？那你穿新的嘛？怎么那穿件，这热给那热嘛？旧了嘛？跟你两块说不清。跟俺说不清，那你跟谁说的清？嗯，我衣柜里啊有，我有些就是新的，我是。这种衣裳真的没必要买多了。那天给他买的，那天穿的夹克，他一次都没穿。今天给他买，光光身子，当天穿他光，他不穿的。你没到穿光光的时候，你们就是。我第一次这两天穿的。嗯。里头带了一点假面面。嗯。他穿上自在就行了，你非要你在桌面上穿的，在那洗也不舒服嘛，你明天。
你又穿啥呀？来，拿回来弄个把这都都学说。哦，对对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大大年纪摔了呀，摔的摔了。你要摔了呀，摔哪去堆上呀？不对。哦，对，饿了就把穿新的。穿不完都穿。我爸刚才很不高兴，他说我每一次回来不停地给他买新衣服新鞋子，他说家里还有很多都没有穿，他说如果我以后再买的话让我不要往回拿，就放到我自己家里。隔壁的邻居在用竹子编一个农具，我带你们过去看一下，看你们有没有认识这个农具的，在你们当地把这个农具叫什么，有认识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这以后这种一头没顶了，多死嘛！你配齐嘛？镜头戴上了吗？就变啥的，你这种连上这都是两根一条，没的是一根一条变走的。还一块宽一块哈。嗯。那你又是跟谁学的呢？就他们看的嘛。以前都没看到你变嘛。应该早都回都。你把这是第一期好了，上次他给我看哈，看哈，我贴了些，哦，这，你看，我。休息了一会儿，跟我爸聊了一会儿天，现在继续打扫厨房的卫生。每一次回来必须先把这些卫生打扫一下，你看到处掉的都是灰。你们看一下，每一次回来的灶台上都是灰，所以首先先打扫卫生。能干，你娃是好意呀。一天变一块，俺家买套路那样干的。哼，就是你经常把这扫上，他都不往下堆。不烧热水吗？每次我回来了就给我爸烧一热水瓶的开水，不然我爸他就会放到这个柴火灶里面烧的水不好喝，总感觉有一点油味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就放这个烧水壶给他烧。我正在灌水，不知道热水瓶怎么回事，包的一声给炸了，那开水把我脚都烫了一下，然后现在让邻居刚好在街道上买东西呢，让邻居给烧一个回来。这瓶坏了，灌了一壶的水把我脚都烫了，这水洒的到处都是。看我小妹也帮忙给我打扫卫生，每一次和我来的那个朋友也是走到就给我忙出忙进的干家务，打扫卫生啥活都干。在这里我要感谢每一次和我来的那个朋友，谢谢你对我的帮助和陪伴，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安慰。现在我没有妈了，每一次我回老家来有你的陪伴，我和我爸也不会感到那么孤独。在此感谢朋友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和支持，我会永远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友谊。爸爸点火给奶了，那我就留我出去扫块，不知道哎，给他灌开水的给憋了，灌开水的给憋了。今天回来家里没有什么活，地里的活都干完了，没啥事。在家就是陪我爸玩，还有就给我爸做饭就可以了。
给我爸做下午饭还有点早，我把院子边上这些花花草草打理一下。院子边的这棵大树的树枝遮住院子的太阳了，我修剪一下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干活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吧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